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方。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我为什么喜欢古典吉他。我并没有想要拍一支影片，叫做《学古典吉他的100种好处》之类的这种耸动的标题哦，因为我觉得今天我跟你讲这个东西的好处100个，你不喜欢还是不喜欢啦、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做的是跟大家分享我为什么喜欢。我觉得喜欢一个东西，终究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个性啊，回到自己的个性。所以我从小喜欢打电动。我听到学生说喜欢打电动的时候，我都说哦，很好，很好。并不是说我采用一种放任的这种角度啊，而是因为今天打电动，你需要破关。弹琴也是一样，你今天碰到一个地方你过不去，你就要想。刚刚我是左手哪里碰到了吗？还是右手指法不好呢？还是我谱上看错了呢？我是不是要更慢练呢？等等的种种的思考啊，都像打电动在破关一样。它前面可能会有一段比较枯燥的所谓的练功情、练功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就像打电动，你一开始总要打这些无聊，就是纯粹升等用的这种事情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练琴跟打电动在这里蛮像的，所以我以前喜欢打电动，现在也不是说不喜欢打，但是时间有限，所以我真的就比较没有在从事这方面的娱乐。那第二个，我喜欢看柯南，不是说我的侦探啦，可能看柯南是觉得刚好那时候很红嘛，希望他可以早日完结篇。那为什么喜欢看柯南跟弹吉他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其实喜欢在看乐谱当中去发掘这个作曲家他想要说什么。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，我也很喜欢跟自己玩一个游戏，就是我放一首随机播放，放一首曲子，然后我去猜这是哪一个时期的哪一个时期的音乐，或者是哪一首曲子，或是哪一位作曲家的作品。然后我就是看一下，哎，我猜中，我觉得哎很开心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要去抽丝剥茧啊。你可以看乐谱说啊，原来作曲家这个地方用的动机是跟前面这个地方相互呼应的啊，原来这个和声跟这个和声他们是有怎么样的前后关联啊。我觉得就像侦探片一样啊，你找到各式各样的一些线索，就像玩那个密室逃脱，也是一样的，我收集到很多东西，然后终于耶破关了，这样，所以这是我觉得古典吉他给我带来的一些乐趣，那还有什么事情呢？我也喜欢玩拼图，拼图真是超浪费时间的，我也喜欢吃，螃蟹，或者是虾子，这些都是非常花时间的。但是今天你把拼图，哎，2000片，好好的分门别类，你去看那个绿色啊，都是绿色，但是有不同深浅的，慢慢分类，然后循序渐进把它完成，我觉得这些过程都跟弹古典吉他很相像啊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古典吉他的规矩很多，但我是这么看的。今天你要是你在假设你今天要学做菜好了，老师跟你说哦，你怎么做都可以哦，那今天就一个新手而言，是不是会请问在干什么，对不对？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新手的时候，你没有任何的规则，其实会让你手足无措的。但古典吉他它为什么有很多规则呢？纯粹是因为它活比较久啊，活比较久。那人们是不是就会归纳整理出一套学习的系统？所以并不是说他特别好或是特别优秀，但是他的的确确存活了比较久，在这么久的一个时间里面啊，就会有一些系统性的学习，这些系统呢，还有一些小细节，可以帮助初学者比较快，用一个相对快速的方式
去学习古典吉他。但是我觉得，至少以我而言，我并不是在古典吉他里面，好像仿佛永远追寻的这些规则，找不到自由。并不是这样的。我是一个水瓶座的女生，也就是崇尚自由的人。所以今天同样的旋律线，我可以弹大声，我可以弹小声，我可以从慢的渐快，或是渐强，有很多东西我都可以在五线谱中找到自由。所以这就是我喜欢古典吉他的原因。虽然它会让人家觉得好像很难学，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些步骤，有一些规则。那另外的学习一首曲子，中间例如说我们要有耐心去破关，我们要够细心去观察一些线索，这些成就感都是让我喜欢古典吉他的原因。那么最后，不论你喜欢哪一种吉他，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心情，每一种音乐都听，依照自己的个性，选择自己所爱，选你所爱，爱你所选。我是柯一芳，弹古典吉他，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